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美，今天呢继续我们的进击的巨人啊，我们应该准备要进入尾声了哈，那大概剩下三个章节的这个额外剧情啊，不过呢这额外剧情呢没有意外的话，其实老头已经猜到了啦，这些都是跟第二季有关系的，应该严格来讲是这些剧情都是跟第二季应该算是第二季前面的剧情，就有点类似，就是怎么讲，他第一集之后呢，然后第一季结束之后，后面还补一下第二季的一些剧情啊，所以说这些额外的剧情是跟动画上面应该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最后这三个章节呢，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艾伦啊，把它给打完啊，变成巨人真的会方便很多啦，虽然兵长也很强，但是巨人还是比较力气比较大啊。啊，之前的野兽巨人都给逃了。这次呢，我们要将他逼到绝路，继续追。好的。调查兵团追查漏网之鱼的野兽巨人，来到了罗塞之墙。古城吗？米格分队长，あれは？那是。哎，那叫咪马儿。巨人にやられたんだな。被巨人攻击了。あれ？でもなんで立体起動装置をつけてねえんだ？被偷走了，馬も殺されてる，馬也被杀了。巨人は馬に興味はないはずなのに。那应该不是巨人，应该是人为所做的。普通の巨人はそうだが、あの猿はどうだろうな。那只猴子就是我们暗藏内的内装。剣を抜け。拔剑。咦？巨人の群れが近づいてきている。哦，他闻到了。獣の巨人ですね。野兽巨人吗？これはチャンス。这个是机会，做个了结吧。連盟班出発しました。うまく別動班が逃げ道を封鎖してくれれば、封鎖住逃脱路线就能解决野兽巨人。第四话，乘机之战。戦うぞ。俺たちは奴らをこの城跡に誘い寄せる。挺过巨人的猛攻。我哩。哇哦，血那么厚、哦！哇，才刚开始而已啊，大大、啊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狙了吧？可恶！啊，不要！他们机动性都变超高了，这些巨人变好厉害啊 ！No， 危险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都砍不到？他们变那么厉害啊、喔！哇，不能变得好难对付哦、喔！天哪，小心一点哦、喔！直接砍肩颈的啦，麻烦死了。求救讯号。五下，我们先去救他，麻烦的家伙。被他闪过了，哇，这么厉害啊！这么厉害，攻击你，好。瞄准的，上吧！去死吧！救援成功。好，我们去救另外一个。やった！やった！先把这边杀一杀好了。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。物資を運んで補給地点を作るぞ。这边有两只嘛。还有嘞，还有一只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。巨人开始投石了。我靠，两个求救讯号，刚好可以靠变身。哇！被石头砸到。哦呦喂，好险！变身！呀！杀爆你们这群小王八蛋！我就在上面落下来。
暴走啦！谁比我强？莱娜，一休你回故乡吧！我操！单挑啊！那边还有一些巨人。去死吧！还有，莱娜对野兽巨人进行了挑衅，啊，这个怎么还没打完？野兽巨人朝莱娜丢掷石块，啊，躺了。莱娜，你可别死啊！啊，这是怎样 ？Hello。出现，要怎么帮忙？我说我知道怎么帮。哦，讨伐终极行星骑行种啊，成功了！你也太莫名了吧？好吧，算了。留点能量，等一下打那个野兽巨人呢、啊。这边两只，哦，还有一只，来吧！全部都打完了，去捡一下补给。汉吉等的机动班抵达现场，我们现在等时间到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准备开始了吧？好。封锁他们的退路，哦，封锁野兽巨人的退路，我懂了。猎神，耶、yeah! ！两拳要你命，我已经帮你杀掉了、啊。大成功，米卡莎，米卡莎，我来了，米卡莎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去吧。好，有没有？还有哪边还有一只？这边打不到啊！干什么东西？这边一只解决，这边前面直线，可恶，交给我，威死你们，威死你们！快点，都杀完了，呀，还要怎么封锁退路啊？哦，已经封锁了一个区域，那、啊、我们的约翰怎么办？各营展开せよ。獣の巨人を逃がすな。ここは封鎖した。あとは南西だ。哎，我那边已经封锁过了、啊，奇怪。好，到这边要、啊、怎么封锁？狙いが合ってきやがった。啊，好乱的。これ以上は投石を引きつけられねえな。莱纳撤退。啊，我们的约翰呢？奇怪啊，这个约翰怎么接任务啊？哦，两边都封锁了。啊，约翰怎么办？あとは私たちがここを死守します。よし、封鎖完了だ。封锁完毕，把这赶快把这边触发结束啊！このままじゃ味方が展開できねえ。早く巨人をやっちまわねえと。没有巨人啊！啊，出现了。
出来啦！来吧，任务大成功！呀，是男人就 one by one！ 呀，呀，我操，我好硬啊！下去吧你，怎么这么硬啊？好硬哦，超硬的。他晕了，他晕了，他晕了。丢出去，好吧，成功。呀，太赞了！什么？我成功了吗？哇！凯兹巨人出现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！凯兹巨人，这么远啊！看到了！我操！我操！生气了！快点！他怎么粘在地上？最终任务，呀！凯兹巨人的部位被装甲覆盖着。回到了，回到了，最后一集，出了固定技，把他秒杀，立即秒杀啊！我也软了，啊！完了，逃跑吗？啊！又逃跑！天哪！结束了！哇！凯兹居然出来救人喽！各兵団の精鋭たちによる必死の活躍により、ウォールローゼ内地に現れた巨人たちは、あらかた撃破された。遭到歼灭。しかし、内地に現れた巨人の謎はついに分からず。兵士たちは言い知れぬ不安を抱えたまま。兵長、奴らを逃がしたまま帰還してよ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か。見つけて殺すまで壁内をさまよいたいなら、お前だけそうしたらどうだ。那不如你自己去。壁に穴は開いて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、奴らは壁を自由に越えられる可能性だとすれば、向こうから現れてくれるのを待つしかない。ああ。壁内に現れた普通の巨人たちは壁を越えられないと思うけど、うん、そこが不思議なところなんだけど。お、難道说这个爆炸声？まさか、エレン。くそ。才刚讲而已就噔噔。Oh my god！ 哇，又来了！你要来几次啊，大大？大大，你要来几次啊？哇，又来了！哇，又来了！哇，超大型巨人出现了！哇，哇，居然出现了，跟凯兹巨人一起！哇嘞 ！Oh my god！到城墙内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！完了，这个打得赢吗 ？Oh my god！ ガキども、ボサッとすんな。巨人どもをただ眺めるのが、お前らの仕事か。この世界を地獄に変えたのはあいつらだ。没错，是那些家伙。駆逐してやる。驱逐他们。上。哇。壁が破られた。这怎么打、啊？また繰り返すつもりなのか。悲剧要再重演了吗？
ちで止めないと。最终化。啊，开始移动了。超大型巨人が動いた。オート側の壁も壊すつもりなのか。哇塞！刚有办法吗？我要怎么阻止那个超大型巨人移动啊？要怎么阻止啊？不能攻击他的脚啊！哇哦！挤开人，走开！不要闹了，大哥！哇！欸，他的手也有零件可以拿哦，表示想拿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废了你一只脚，废了你的腿，完了部位超多了、欸。没有时间救你们了。好硬哦，砍掉了，慢慢砍慢慢砍。倒了没爆，巨人躺了，打了部位，太硬了吧！有了，趁这边，我可以直接把它打掉，然后就结束了吗？我靠，坏掉！有了。换刀，换瓦斯，我直接把它解决掉，不管了，就只剩头了，就是这里了，呀，哇，硬到不行，太硬了吧，不是很好瞄准的，我说真的。他在跟我磕头，哇哦，喷蒸汽了，后颈防御根本杀不到啊！我要怎么办？烟雾弹丢不到，烟雾弹。干，没办法、啊，放弃了。哇，巨人又来了，打不完，先去帮助服务任务好了。我靠，发现铠甲巨人，来呀、啊！打爆你的盔甲，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发飙啦！给我下去哦！跑去哪里了？哇，有点硬，有硬到！滚！晕了是吧？一击必杀你！哦，还没死，好硬哦，这个血好厚哦！下去，还不狙？下去，这次有了吧？还没，拜拜，赢了吗？有了，那边还有一只，
滚！動きが止まった。やったのか。だが他の巨人のように。あいつは何？砲塔伝令。超大型巨人が移動を再開した。了解だ。超大型巨人が敵を止めるぞ。有成功吗？快点给我点能量，快点！哦，软了。嫩皮啊！瓦斯罐，瓦斯罐，点下瓦斯罐。搭救成功。哎，那边有个 S 级的米卡莎，去领一下。这两个都给我，谢谢。米卡莎嘞，米卡莎嘞。米卡莎在这里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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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边有一个眼睛是哪一只？这只啊？哦，凯之巨人，然后躺了，不要理他。先去护送，先去护送我们那个克里斯塔。对，护送他，护送他。快点，不要发呆啦，快去你的目的地啊，任务啊！再这样子我就不理你了哦！啊，真的不想动哎、欸。算了，不管他了。巨人还在前进，哈哈，死定了。哦，成功了！终于啊！呀！不会让你得逞。好，站起来了。哇哦！直接倒是怎样？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会死啊！下去！太夸张了！下去！好硬啊，这个脚！哈哈！哎。铁之巨人复活啦！你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跪！倒了！跪下！啊，打错边了，抱歉。花莲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再一次。哦，我没能量了，只剩下自己想办法用砍的了，先砍再说。砍！有有有，拉跪下，拉跪下。好麻烦啊，寂寞难打。先去吧你。太多了。好了，他躺了，躺了。先不要理他，先不要理他，那个应该打不赢。我们先设法救一下副任务。绕上去啊 ，YC。来来来，我很需要，先让他跪在那里啊，没差啦。有了吧，这解决了吧。哦，要拉到那个地方。是援军，哦，救援成功，拉自己走过去吧，不管了。先救我们的叔叔啊！嗯，阿叔叔在这里干嘛？
援軍に来たのはいいが悲惨な状況だな。巨人がしこたま入ってきちまってるぜ。せめて壁上の固定砲台を使う。使用城墙上的固定炮，基本上没有在用的。哇！お前ら無事だったか？援護を頼む。壁上の固定砲台を使う。还要启动固定炮，我的天哪！要怎么启动？哦，是要让他们自己过来这边启动哦。使用兵器攻击超大型巨人。等下，他们被包了，危险危险！帮了帮了帮帮了帮他们。解决解决了，快点前进吧。约翰，我来了。这边打完了吧？还有一只。大成功。有了吗？哦，要让他自己走过去是麻烦了。约翰为了兵器继续移动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哇，又一堆巨人来了！等一下，我过去帮忙一下。我好忙啊！啊，我们那边又有三个巨人来了，我好忙啊！有有有有，剩一只剩一只，我溜，成功了吧？好，这应该都成功了。哦，超级多的补给兵帮忙。看来是赶上了。我来啦！哇！干，好痛哦！直接撩半条。下去！哇！萨迦重伤，无法战斗是吧？哇！打爆你的腿！嗯，不见了。哦，怎么不见了？跪在地上了，跪在地上了。哦，成功了！耶、yeah ！那来呀、啊！砍这巨人也不行了，最后一集，哎呦，然后又消失了，又不见了，又GG。哎呀，天哪！消失了。まだ中身がその辺にいるはずだ。巨人の体をまとっていた野郎が。よせ。够了！なんで？トロストクで奴が消えた時と同じだ。一模一样哎。中にいた奴が用意していた立体起動装置で、事先正好的立体机动装置又逃走了。エレン。くそ！あと一歩で。お前のやるべきことはその時々の感情に身を任せることか。足りねえ頭でよく考えろ。お前がこれからできることをな。本部へ戻るぞ。
一匹残らず。最终完结咯，哇，终于结束啦，好爽啊、哦、接下来呢我们就只能等第二季了、哦、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、啊、好，我把它略过吧，好，我们就先到这样子结束好了，好吧，来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快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第二季进击的巨人再见面吧，拜拜。